傲，我前凸后翘，又招惹谁了？贼心宽，水蛇妖，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，何尝是不会？我生来高调，风全身人不扰。有三个女生一起唱，对不对？你无声中空魂让寂寞伤。好了，好了，三。我们办傲娇，傲娇，正确答案傲娇，好会唱吗？可以，会唱啊，没有才。男女之间，男朋友跟女朋友之间是，当你遇到两个人极大争执的时候，根本有化解不开的疑虑，两个人有次争执的时候，草莓你会怎么样？撒娇，可以撒娇，好办法。And you， 我也是会先剪断，对，你还好，我也是会先软下，丢相机融合，你会先软下来，对 ，OK， 我是属于撒娇派的，所以不是对方先软下来，都是。我先让他软下来，他就软下来。最后一起来了，哎，这是杨梅，林俊杰是杨梅，对，林俊杰是杨梅，我跟你讲，可以，这个得分，炸裂，炸裂吧，炸裂，太炸裂了。那你呢？我也是撒娇派的，我会抱抱之类的。哦，抱抱，抱抱就没事了嘛。抱抱，对啊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对方错，你还会撒娇？那你呢？你会报警吗？对啊。我也是撒娇。撒娇啊！那你查一次我看看，你看起来傻傻的。不要这样了，你们没事啊，是吧？你会傻的。等一下，撒娇跟白痴是两件事。你演错了啦，演错了。我可能会生气吧，就是他不理我，我就不理他，对不对？硬碰硬，硬碰硬，还是那种女战神路线，硬碰硬，硬碰硬啊！一线分歧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子时呢？你会怎样？就是要霸气派的，就是要直接先讲清楚的那种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子是那种会闹兄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阳刚，女生阴柔，女生是拿来疼的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。